这篇我标题下的客气，我只说北欧人恶整小婴儿。其实在我看来，我们亚洲人的这个观点可能会认为他是故意要把小婴儿冷死。给你看这张照片，小婴儿会排在户外冰天雪地的状态，然后让他们在那里睡觉。你甚至可能以为这是一个不知道，就小婴儿生出来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stillborn。就生出来就死胎这样，然后这是个墓园之类的，不是。好了 ，Anyway， 我是 Paul， 大家好，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这是一个北欧的传统，我们就先读一下第一段。In certain Nordic countries like Denmark,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 好，北欧就那些国家嘛，你知道。那这个 Nordic 就是北欧的 ，OK？ 啊，他的 Finland 有没有打错啊？这里好像多了一个 D 耶。是不是我的认知错误？应该是多了一个 D 吧，但不管它了，可能就是 typo 哈。所以在这几个地方 ，Denmark、Finland、Norway 跟这个 Sweden，there's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传统，长久保留下来的传统，我们除了讲它是 old tradition， traditions I don't know by definition 好像就应该是 old。那有时候我们讲 long-standing 可以 ，OK。好，所以有一个 long-standing 的 tradition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所以这 tradition 也不过就是20世纪初期，也就是19若干年。Involves， 等一下，这里少是不是少一个词 ？From the early， 哦，少一个 that， 所以这边你看，我自己看了会有点小卡，就是因为我自己读书好像有点文法上的卡卡的地方。那都是已经是直觉了，说真的，只是我受过文法训练，所以我知道这里少一个 that。所以其实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这个 long-standing tradition 是主词。然后动词就是这一个 be 动词 there is 的 be 动词，那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后面都是介系词片语补完了。这里 involve 是动词，那你就会想说，干主词去哪里了？不见了。所以其实你要补一个主词冠带在前面哈。所以这 tradition involves allowing babies to nap outdoors during cold weather。所以这个 outdoors 可以就户外，那 nap 就是打个盹这样子，好，所以小 baby 睡在外面，好，睡午觉，好，户外睡，天气很冷。So this custom， 所以这个风俗，哈，民情风俗 custom is based on the belief， 所以这是基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把它翻译成信仰，他们坚信这件事情。So it'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exposing infants to fresh air, even in freezing temperatures, can strengthen their immune systems。好，所以他们相信，把婴孩暴露于这个新鲜空气中，能够增强他们的免疫系统，即便是在就是寒冷的这个很低的温度的，好，也是一样。所以它这个即便在很低的温度中，加在中间哦，算是一个中间的补充，那没差。所以这边再读一次 ，So this custom i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exposing infants to fresh air, even in freezing temperatures, can strengthen their immune systems。And promote overall health， 以及提倡整体的健康这样子。其实我是同意，就是冷空气、冷天气的这个概念，我们暴露自己于这个冷天气。因为我自己在冬天也是会逼自己洗冷水澡，因为不是每天的哈，说真的，要我每天我可能受不了。可是我知道有的外国人是每天的哈，那会觉得洗完之后反而全身发热啊。当然，我不鼓励大家都这么做。要是你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可能这样会造成你猝死也不一定。So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 recommend to everybody, okay? But for a lot of us, this can be, you know, beneficial to your health. 好，所以在1950年代的时候，好 ，in the 1950s, some parent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所以在1950年代的时候，苏联或者一些父母，就苏联的父母，刚才讲什么 ？Also embrace this practice。所以总是在苏联啦，就某些父母跟某些机构，他们也拥抱着这一个做法，这样子。好，然后下面就是一个照片的描述了。So an illustration of this custom can be observed in a 1958 photograph taken in Moscow。所以这张照片是1958年，好，在莫斯科照出来的 ，depicting a line of infants peacefully sleeping outside in prams。所以他们睡在户外，而且是睡在这个婴儿的手推车上面。所以这里一个字叫做 pram，P-R-A-M 嘛 ，OK， 对我来说这个字也蛮陌生的，因为我自己没有买过这玩意儿。所以总之这个东西，好，我们婴儿车叫 pram， bundled up with blankets and fur hats， 所以他们就整个被包在一捆，捆在一起哦。就你知道他们是整个被捆住的一个概念，所以用的 bundle 这个字。bundle 这个字其实就真的是把东西给就绑定包之类的哦。然后就哦，以前像我们以前买那个 CD 啊，哦，好久以前的事情了。然后红配绿啊，两个 bundle 起来啊，多少钱？或者你买一个什么哦 ，Xbox、PS5 跟一个 game 跟一个游戏 bundle 起来，再送你一只手把啊，多少钱？所以这就是 bundle 的概念。OK， 好，所以 bundled up with blankets and fur hats， 让他们抱着毛毯啦，啊，包毛毯以及戴一个毛帽哈，这个 fur 还强调是动物的皮草的毛帽，这样子看起来蛮酷的。你敢不敢让你的 baby 这样子睡？不知道，我们亚洲人应该多。像你看，有时候我们看北欧人会跳进那个什么。跳到冰湖里面去什么之类的，说真的我还是不敢的。你给我这个机会，鼓励我去，我也还是不敢的。可是 ，you know，some people do that。好 ，anyway， 好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